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。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唐朝崔护的名诗《题都城南庄》。崔护字英公，历史上对他的记载甚少，只知他是唐朝德宗贞元年间的进士，官至岭南节度使。他本人的事迹流传不多，但他却因为作了一首七言绝句《题都城南庄》而留名千古，至今仍是传颂不息，历久不衰。而诗中“人面桃花”的句子，到现在依然是形容景色依旧、人世全非的经典名句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美丽的《题都城南庄》吧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？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去年在这春深似海的桃花林中，在掩映半开的柴扉里，看到了那美丽的女孩。红色的花光染红了她那娇羞的容颜，更和浮动的花影互相辉映着，令人惊艳而无法自己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匆匆的一年过去了，春光还是烂漫，桃花依旧盛开，暖洋洋的熏风还是吹拂着人的脸颊。然而思念的他啊，却已不知何处去了。失去了他的桃花林，空自对着春风展露着笑颜，景色也依旧美艳。但是啊，所有的一切已是人世全非了。此情此景，更加深了心中无限的怅惘。崔护的这首七言绝句，自然朴实，流畅率真，历代一直被人传颂着。不但家喻户晓，而且人面桃花早已广泛地作为典故和成语来使用了。但听闻过这首诗的人，不一定知道诗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呢。据《太平广记》里记载，崔护是唐朝德宗时期的一位书生，他出生于书香世家，才气很高，而性情却孤傲不群。有一年的三月，在桃花盛开的时节里，他独自在长安的郊外踏青寻春，一路上杨柳花飞，莺啼燕啾，真像是走在了画中。崔护慢行着，不觉走进了一处位于桃花林中的人家。他上前叩门讨水喝，应门的是一个妙颜如花、神韵天成的少女。两人在对答中早已一见钟情，互相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时节，崔护难忍思念之情，又重到旧地去寻访故人，却只见柴扉紧闭，不知佳人何在。他在无限的惆怅中，就于门上题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。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几天后，崔护难忍悬念之情，又重到旧地寻访。正当他要敲门时，忽然有一个老者走了出来，问说：你是崔护吗？他忙答说是的。老者就哭着说：哎呀，你害死我女儿了。崔护惊吓得讲不出话来。老者接着说：我女儿从小就知书达理，从来不会让人操心的，但自从去年以来，却常常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啊。前几天我们一起出去办事，回来他看到门扉上提的诗后，一走进门就神思涣散，一病不起呀，从此睡迷未尽，几天之内就死了。这不是你杀他的吗？说完就大哭了起来。崔护也悲痛异常，请求入内治哀。进去一看，只见女孩还躺在床上呢。崔护就把她的头扶起来，枕在自己的腿上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哭着说：我来得太迟了。不一会儿，女孩竟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活过来了。老者大喜过望，随即为他俩举办了婚礼。眼看着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，顿时成了人人羡慕的喜剧。这首题都城南庄以及崔护的故事，使得明媚的桃花林也染上了似梦似真的色彩。唐朝人也是深爱桃花的，像大明宫中就种着大量的桃树，每逢春日花开的时候，真是一片灿烂，美如红霞。诗人杜甫就有九重春色最仙桃的句子，其他像李白的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，王维的春来便是桃花水，不辨仙园何处寻等句子，都优美至极，令人向往。唐朝人喜爱桃花，以桃花入诗，不仅是因为桃花明媚，桃林春景如烟，更因为桃花往往是和桃花源联想在一起的。桃花源就是人们理想中的净土，仙境的象征。由于晋朝陶渊明所写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描绘出了一个经典的理想世界，从此桃花和美好的追寻就画上等号了。就像是《桃花源记》中说的：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往路之远近。因为渔人心中无求，自然而然的就忘了路之远近，而找到桃花源的入口了。桃花是多彩缤纷的，春深似海的桃林是美丽的，这些人间的好风景
也许通过追求是可以得到的，但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就不是能够求来的了。在桃花源记中，渔人所看到的桃花林是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象征的就是一个纯净自然、人人向往的净土。但生活在这里的其实只是一群普通人而已，并不是神仙，只是他们比世人多保留了先天的纯真本性，没被外界污染而已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您也向往这样的境界吗？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，愿很快再相见。